南非经典米料理差点引发两国战争。夏天就要浪费完成了。西班牙海鲜炖饭，哎，很像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像啊。我是觉得大家知道的是西班牙，你说都是西班牙的，我们也是很开心的，就不一定要。非洲，非洲，西班牙应该好像我印象中比意大利好吃那么一点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回归正题哈。今晚10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臭臭董事长。